真命天女不主动收碗盘，他失望，女友测试失败。南非一位男网友在推特上表示，他第一次邀请女朋友到家中，却对这位真命天女失望透顶，因为女朋友到离开前都没有帮他收拾桌上的垃圾，让他断定对方不是一位合格的结婚对象。然而，他的贴文引发大批网友挞伐，最终两人也以分手收场。南非德尔班 Durban 一名昵称为 VJ 的网友日前在推特 PO 出了一张设于自家厨房的照片，照片上可见桌上放满水瓶、饮料罐、塑胶袋等杂物，还有油腻的空披萨盒，看起来杂乱不堪。他抱怨首次邀请女朋友到家中，没想到对方直至离开前都没有帮忙将厨房清理干净，让他对女友的不称职大失所望。我第一次邀请女朋友到我的住处，说实话，我非常失望。我原本以为她很适合娶回家，但她在这次的女友测试中失败了。没想到，她的言论引来许多网友的批评，你以为你正在和清洁员交往吗？你应该也没有通过她的男友测试，因为实在太脏乱了，说不定她知道你在测试她，因为不想和不懂尊重的人结婚，所以故意不收。面对众多网友的挞伐， VJ 却不以为意，甚至留言嘲讽批评的女网友，下次你被邀请到男友家要记得帮忙清理窝。几天后，他还向大家昭告自己的恋情发展，有个笨蛋把这则推特给我女朋友看，然后我立刻被甩了，我现在正式恢复单身了，恭喜。